各位棋友，大家好！这里给大家带来的对局是第七届财神杯象棋视频快棋赛上面一个对局，由郑维彤对王天一形成的一个对局，双方都是现在象棋界最顶尖的高手，走的是快棋，双方也走得比较快。双方形成的布局是五七炮进三兵，对何方平复马进三卒。红方先走炮二平五，何方马八进七，马二进三。车九平八，车一平二，黑方强行三卒，走卒三进一，红方跳边马，跳边马之后，黑方再跳马，红方走兵三进一，兵三进一，黑方选择卒一进一，因为五七炮对平复马，不管平复马走的是象三进五还是象七进五，都是有一步卒一进一，都是必须要走的，所以这里先走卒一进一。即使以后如果象七进五，继续会走卒一进一；如果走象三进五，就会走卒一进三，来守住自己的中卒。卒一进一之后，红方平炮，走炮八平七，下一步准备卒九平八，平车抓炮，那么走马三进二，先封住。走卒九进一的时候，黑方补象，把中路补一手。红方走卒九平六，下一步。或者进车上来准备抓双，何方就走车一进三，先守住这条线。红方走车二进六，这边已经攻不进来了，直接两边同时发展，走车二进六，走过河车。何方这个时候平炮对车，车吃掉卒之后，何方再退炮。这时候如果来抓，肯定抓不到。因为这个时候如果一抓，这里就有一步平炮守住，看起来好像要吃马，吃了马之后，黑方补个四，这里就要丢一个车，最多是一车换双，开局的时候一车换双没有公式是不合适的，所以这时候也不能进去来抓。红方选择的是平车，走车三平四，准备是接兵过去，走兵三进一，如果平炮直接来套住，红方有进车抓炮。所以这个局面下面，黑方选择车八进四，走巡河车，不让红兵冲过来。红车这时候升起来抓炮，炮二平三守住，这里跳马出来，黑方补四来赶车，车退回来，退到这条线，守住自己的棋，因为以后直接跳马踩兵之后要踩炮，先守住，黑方选择炮打过来。打过来之后，以后要成底炮，因为红方是中炮，成底炮之后再下车，这棋威力很大，所以先把中炮撤开。如果平炮进来，这里就可以飞象。红方把中炮撤开之后，黑方升车，走车八进二，准备是炮打空头，那么红方冲兵，走兵三进一，这里踩到车，车直接吃兵一将。这边一将，红方不是，黑方进卒，走卒一进一，把车吃上来。这里，车吃上来之后，红方进兵，继续来赶马，马退回去。这个时候走马七退九，如果马七退八，因为以后炮有打底象。这马退回来之后，中路就没办法守了，直接马踩掉中卒。何方走炮三平四，直接再踩掉卒，通过弃马，弃马来破象，用一个马换一个象，这棋走得非常的巧妙，也是非常的有魄力。这个时候肯定要飞掉，要不然这里踩炮吃掉之后，车再吃上来了，所以飞掉马，再平车过来抓马。这样马没地方跑，只能够踩上来。踩上来之后，炮直接打过来。郑维彤选择用一个马换一个象来谋求攻势。何方继续飞象，因为下一步直接有城炮，城炮下去之后再城车，所以先飞象来赶炮。
头发进去一剪，这时候也不能下饲，下饲直接把炮吃掉了，只能点炮。红军继续升上去压住，这里继续气炮，刚才已经丢了一个马，现在再气一个炮，黑粉也是飞掉，不飞的话下一步直接逃车。以后逃车之后要抓车，车退回去，这个炮就甩过来，这期威力还是比较大，所以直接先把炮飞掉。飞掉之后红方平炮，棋局走到这里，局面下面是红方两个车一马一炮，黑方是两个车双马双炮，等于是红方少了两个子，红方少了一马一炮，只吃了一个象，这棋好像红方是非常吃亏。现在是要吃炮，吃炮之后黑方不敢吃，黑方准备是走半碗车，因为这期黑方子力比较多，多了两个子，所以想来对车。这里炮打掉之后，现在也不敢吃，只能来对车，把车来对，红方走车八平七，再回象，继续来赶车。车如果一逃，就把炮吃掉了，那么就丢了三个子。当然这里就吃回来一个了，现在是只丢一个。如果是逃车，还是丢两个子把炮吃掉。这时候再走，车七平九，黑方继续飞象，还是要来对车。如果车九平七，那么又退回去，双方这样就变成和棋。所以红方这个时候求变招，直接炮打四，打四一将，车吃回去之后，这里炮再打掉。现在红方只有车炮在这边，这个马被压住了，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兵，以后可以平兵过来，平兵过来进行攻击。黑方选择平车过来抓兵，抓象，抓兵是假，主要的是要抓象，吃了象之后，以后车马炮如果摆兵，那么吃了象之后车马炮都在这边，红方也只能补象，直接吃掉兵。现在红方进攻的只有车炮了，看起来好像是没办法赢，黑方有车两个马一个炮，这时候红方选择是平车抓马，把马赶开之后这个马就可以跳出来，黑方回马，这里跳马出来以后再可以平车来一抓，这个马就没地方跳了，因为一抓之后就有抽将，先飞象把象退回去，这里跳马出来准备是踩象，黑方平车顶住，顶住马之后红车平一步，走车九平八，如果吃马这里有进车一将，要抽把马抽掉，还要抽车，如果垫车回去直接打掉了，所以黑方先回马，回马之后现在就不能将了，如果一将黑方可以垫车，现在就把车对掉了，如果不对车逃车，这里就把炮吃掉了，所以当前局面下面也不敢将军，只能再把马退回来，退回来之后黑方也是跳马上去，再继续跳马踩车，车进行两步管住，马再往这里一跳，马跳上来之后黑方这个时候选择的是将五平六，进去一将坐上来，再退炮一将，现在四不能走开，走开四之后有马和炮一将，直接把马吃掉了，既然不能吃四，既然不能吃四，那么只能坐起来，坐起来之后再回马继续来挡车，下一步退车一抓就要抓死马，这个马没地方跑，如果马往这里一跳，那么退车一抓这个马还是抓死了，
守不住，马往其他地方一跑，这里平均一讲是个杀棋，这样要丢马，所以马不敢往这里跑。如果是退回来，那也差不多一样的，直接退军一抓，退军一抓之后，只能往这里跳，再退军一抓，这样也把马抓住了，因为马不敢踩这里有平军将军，这样让马踩掉，所以这个局面下面，马退回来之后，下一步直接有退军来抓马，退军抓马象也飞不开，现在是先把象飞起来，先守住自己的马，同时顶住红马。当前局面下面，红方车马炮，这个马不能够参加进攻，只有车马，只有车炮。红方选择退两步车将，现在象收不回去，收回去吃马，也不能退将，退将吃这边马，只能撑士。这时候也不能垫车，垫车之后这里有跳马一将，要踩车，所以车走不开，只能撑士。撑士之后，郑维同选择平炮过来打车，这棋走得非常巧妙。车一跑，直接吃士一将，要吃马，那么只能平一步车。吃士一将，现在不能退，退了之后吃马飞象，那么吃这边马，只能够垫车，准备来对车。如果这样把车一对，红方只有马炮，黑方有双马炮，这样肯定是红方占优，肯定是黑方占优，所以红车不能对，退车。退车来抓炮，平车一将要杀棋，这时候也只能走炮，退两步炮，平车一将，黑方可以垫炮。棋局走到这里，好像红方又没有什么手段可以进攻了，这时候红方继续选择退炮一将，如果退将下去，直接炮打掉马，车吃掉之后，这里再吃炮一将，以后再吃象，红方就有车马兵，黑方只有车马卒，不过黑方是关关的，这棋黑方就要输棋了，所以这时候不能退，只能车吃掉炮。在实战的时候，因为也是走得比较快，这个时候也不能退，退了之后直接打马，快棋赛直接是直接车吃掉炮，红方正好有一步跳马一将，踩车。如果是退下去，那么踩车一将又是带将，只能够做进了。踩掉车之后，黑方做掉，红方再进兵来赶象，这象是没办法守了，守不住，退象回去，平车一将杀掉了。这时候黑方也只能够退将。黑方退将之后，红方再平车过来抓马，这样马就没地方跑了。如果马往中间跑，这里平车一将坐进去之后，再过来抓马，马就抓死了，所以马不能往中路跑，也不能退伍。如果退下去，这里平车一将只能垫马。如果往这里跑，进去一将退下去之后再顶死马，这样也把马抓死了。实战的时候，黑方选择是马七退六，这里进去一将退下去，再平车抓双，这样吃马吃炮，黑方走到这里就认输了。这个象也是死的，红方有车兵，这棋黑方就守不住了。好，棋局走到这里就结束了。